在镇滨渔港长大，从事娱乐渔船的向燕豪担心冬天海象差，娱乐渔船常绑在港边，员工没收入。他本来想冬天卖羊肉炉贴补一下，正好开餐厅的朋友找来，一拍即合。他们在海科馆区域探索关顶楼，开了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。向燕豪说，士林总店、白沙湾店走的是西厅风，新开的这家是连锁店的第三家店，面对八斗子渔港，有无敌海景，还有产地直送的海鲜，他要创造属于渔港的风格料理。东北季风一来，透抽醉弹牙，渔港边产销二番的续蟹、战车蟹、明虾报道，冬天就是要吃国，他们马上推出万恶渔夫国。万恶渔夫国有整只的战车蟹、透抽、剑虾、大明虾，还有黄金蟹，一锅480元，双重分量的海量渔夫锅780元，豪华海鲜牛奶锅980元，汤头鲜甜，是市府推黄金渔夫锅的升级版。向燕豪说，这一锅满满的海鲜，很多人看了大叫，吃了会痛风，太营养了，好罪恶哦，但还是忍不住一口接一口，好过瘾。也有人觉得没带家人一起来，或隔天没带朋友来，会感到有罪恶感，因而叫他万恶渔夫国。他推荐来这里要再叫一份德式猪脚，一份铺满海鲜的12寸手工披萨，分量都很大，适合4、5人共锅分享。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有300平，周六日下午5点到8点有驻唱，低消一人150元，周一店休。地址：基隆市中正区北宁路367号，海科区域探索关顶楼。电话02-2469-0310。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推出的万恶渔夫国，有整锅满满渔港直送的海鲜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推出的万恶渔夫国，有整锅满满渔港直送的海鲜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有300平，空间空场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推出的万恶渔夫国，有整锅满满渔港直送的海鲜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推出的万恶渔夫国，有整锅满满渔港直送的海鲜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德式猪脚烤得外酥内软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推出的万恶渔夫国，有整锅满满渔港直送的海鲜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，伊莎贝拉海洋景观餐厅有300平，空间空场。记者吴淑君摄影分享。